题外便道街头小巷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连 Google 地图都找不到，费了一番功夫，好不容易抵达，但眼前出现的却是这幅景象。一个住户，两个门牌，到底要写哪个地址才正确？居民好困扰。有才人士嘛，他一看到景美，马上就往那个西，往那个景美西那边送，往景美那边送，他不会往这边送。你新住址的话，要差不多20天左右后，半个月以后才会再往新店送，再送过来。新店文山真的傻傻分不清楚吗？更夸张的是还在后头，因为从地图上来看，要找文山区景文街146巷，实际地点却在新店区复兴路附近。如果依照 Google 地图去找，车程相距8分钟。仔细看行政区的划分更奇怪，过了桥应该是新店，右边是文山，但卡在中间的这一块竟然也属文山区。到了目的地发现，这两个门牌竟然就这么摆在一起。这边靠近新店，给你们新店管行政而已哦，就是说门牌嘛，还有那个户口都是属于新店。明明是两个直辖市，两个不同行政区，却有交叉重叠。再看看旁边挂着文山区的门牌，但是路灯与电线杆又都是新店区的，到底为什么会有这幅景象？地号是文山区的万庆段二小段，所以是属于台北市，没有错。因为它刚好在新店跟文山的交界处，那如果用路人方便的话，是从新店那边进去会比较快。民国57年后，因为行政区转换，这块土地正式划给文山区，但因为是同一块地目，地价税并不会因此改变。只是这块基林地明明与台北市有一河之隔，却还是归文山管，会有这样的状况，恐怕是行政疏失或是居民便宜行事造就的都市奇观。记者谢耀征、李杰台北报道。